直播吧。8月27日讯，北京时间8月27日凌晨2点30分 ,2018-19 赛季意甲联赛第二轮，国际米兰坐镇梅埃乔球场迎战都灵。上半场伊卡尔迪助攻佩里西奇先拔头筹，波利塔诺助攻德弗里扩大比分，下半场被落地，梅策及雷托门为都灵扳平比分，谢里古补时现身，最终国际米兰主场2-2战平都灵。两队在首轮中双双失利，国米客场0-1不敌克辛萨索洛，遭遇开门黑，而都灵上轮被罗马绝杀，经历球队下窗换血后，国米需进一步磨合阵容，但轮回到主场，蓝黑军团能否及时调整到最佳状态值得期待。阵容方面，伊贾尔迪领先锋线，劳塔罗、那英格兰替补待命，都灵方面被洛蒂领先首发，开场第4分钟波利塔诺左路下底低平球早传禁区，伊卡尔迪门前包抄没能碰到，皮球被谢里古稳稳没收。第6分钟国米取得领先，拉布罗西奥向前一脚直传找到伊贾尔迪，伊贾尔迪接球移动到边线处后早传中路，佩里西奇点球点附近半转身抽射破网，国米1-0独领。第12分钟安贾尔迪右侧内切到禁区附近，与队友做出撞墙配合，梅特向前一脚直塞被汉达洛维奇没收。第15分钟达布罗西奥左路45度传中，后点伊贾尔迪头球摆向中路，波利塔诺头球一甩被西里古稳稳扑住。第21分钟安萨尔迪前场突破时被放倒，随后受伤无法坚持，比赛被换下。第29分钟布罗佐维奇精准斜长传找到波利塔诺，波利塔诺右侧内切到禁区脚后跟一颗，福萨里科起球传中被防守队员顶出底线。第32分钟国米扩大比分优势，波利塔诺右侧定位球掉入禁区，德弗里中路甩头攻门，皮球直入球门左下角，国米2-0独领。第34分钟贝西诺反击中禁区外左侧右脚抽射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飞出边线。第38分钟德西尔雷斯特里左路扫传禁区被什克里尼亚尔大脚解围。第44分钟都灵前场定位球机会，法尔科主罚直接攻门稍稍偏出左侧立柱，半场结束国米2-0领先都灵。一边再战第50分钟都灵前场打出连续一脚传递配合，林孔禁区前沿一脚抽射被汉达诺维奇扑住。第55分钟都灵扳回一城，梅特中场向前送出过顶长传被洛蒂高速杀向禁区，汉达诺维奇出击出现失误被洛蒂捅射空门得手，国米2-1都灵。第61分钟波利塔诺右侧内切劲射被防守队员挡出。第65分钟国米发动反击，波利塔诺扫传门前伊卡尔迪包抄没能碰到，皮球滑门而过。第67分钟都灵扳平比分，德西尔维斯特里右侧头球摆向禁区，法尔科与安萨尔迪连续两次横敲中路包抄队友将球漏过，梅特的球趟入禁区一脚推射，汉达诺维奇虽然扑刀但没能阻止皮球入网，2-2。第73分钟都灵右侧传中到后点，埃纳头球回做被落地外围凌空抽射打高。第75分钟佩里西奇带球推进到前场左脚抽射，皮球稍稍偏出右侧底线。第77分钟法尔科直塞禁区，插上德利亚伊奇一脚劲射被汉达诺维奇扑出底线。第81分钟国米前场定位球掉入禁区，佩里西奇摆脱防守队员甩头攻门稍稍高出横梁。第83分钟凯塔推进到弧顶位置后分给伊贾尔迪，二弟禁区右侧小角度抽射被西里古扑出底线。第91分钟佩里西奇弧顶一脚抽射被西里古单脚扑出，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国际米兰2-2战平都灵。国米首发以汉达诺维奇，二福萨里科，71-11-82的凯塔，37什克里尼亚尔，6德弗里，30达布罗西奥。
18埃萨莫拉60尤29恩里克巴贝西诺77布罗多维奇10尤波利塔诺9幺10老塔罗马丁内斯44佩里西奇9以贾尔迪替博维出场27帕戴利40尤贝尔尼23米兰达塞拉诺基亚4南叶格兰15马里奥20巴莱罗5加利亚尔迪尼7卡拉莫87坎德雷瓦都灵首发39西里古5伊佐33恩科洛24莫雷蒂29的西尔维斯特里6索里亚洛67史利亚伊奇88林孔23梅特15埃萨尔迪2134埃纳14伊亚格法尔科87奇卢基奇9贝洛迪替补队出场一插座25罗萨蒂36布雷莫30迪迪21贝伦格尔20埃德拉9幺渣渣 Simon